打！隔盾。没盾。还行，不亏。可以。全军出击。双剑拍了去吧。一个人头，两个助攻。因为大伙的视点和鱼灯卡、啊，就和游泳一样。不着急。别怕。一起来升级踩一下 A W 剑行，左位 A 他，他给尿往后面 W 啊，直接往前面 A 他就行了。三级直接把他带走，很简单。还有个法球，有个法球倒是很稳。多巧，这也能中。想补，伤害差一丢丢呀。死，黄。走了走了，出来这个线刚好可以控到这里。应该是控得住的，但我感觉这个兵好像撑不住了，稍微有一点进来了，不过也没死。谁中了？我五二连中了。OK， 你把你的这个账号支付宝私信给我，哦，我直接转给你66奶茶。哦，我再开今天最后一个抽号吧，好吧，两个奶茶一杯抽号，再开最后一个吧，各位。中奖的兄弟私信我的账号密码就可以了。抽到手货的话，主播也能不能打号？我可以参与一手，最后一个上电视了，各位。他应该是做眼了，往上面站一点，要么清线，要么就打我。怎么说？给我再 A 一下，法球触发，把他法球破了。再 A 一下，怎么说？这么准？不急，过过去 ，EW 带走，再次单杀。没有放眼吗？那我走了，下一波再出来就能拆他的塔了。想看戏法吗？这下应该放眼了吧？别怕。开抓！下路虚空之女。带走。哎一下。变形。可惜，没事。
现在炸死两个人，算了，没时间管这个野味了，回去补线了，不然要亏亏死了。下不好，下不好。就到你前面去了。来路喽！准，主播的鱼雷怎么样？直接阿闪带走。Double kill. Enemy double kill.跑不掉呀，想 K 我头。完美，这个发育。还差一个土头的。巨人腰带。怎么说？嚣张挂点燃 ，A 一下 ，A 一下，一起来一个 Q 拉开带走，完成单杀。再吃一波回家，这可能打个这个就好了。鲁顿现在 CD 十二秒有点太久了，就是打的伤害不够高。我最近出巫妖试试看啊！卢登兄弟，白天这边设计师给针对了。卢强，前面去了。卢叔，把狗都不会称爸爸吗？明天没时间去看他。鱼雷，操！不急，我准备反过去。
他们死怎么感觉我的伤害不够高了呀？杀了还行，哎，带走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想看戏法吗？我说为什么这么难杀？他水银鞋加巨人腰带，全肉出装呀，难杀那也是正常的。全是肉。下班。打开。Shut down. Nice. 一鱼六吃，怎么说？你非得惹我啊？非要过来挨我一下，那我送你回家吧，行吧？1600，算了，没必要卖药，钱也不够，这样吧。还做魔抗，随便你，他这样做也无所谓了。兄弟们，想中守护的可以参一下，中到守护还能进入主播微信群，还能帮你打号，好吧？给这个卡个牌的上个电视，感谢各位。发狗，我要干他们。插板，插板再回家。骨头没闪。击中了。时光又中了。那这把打完你的话还有3把是吧？那我再开最后一个吧，我要把你这3把留到下波打，那再中一个，正好这把打完可以打，好吧，来参与一下。如果还是你中，那我就继续打你的，中了4把对吧？等于说那待会再参与一下吧，看能不能再给主播出个守护，想再出个守护，今天直播间出了5个守护了，还行，再出一个还可以。蓝不太够用，有一点点缺吧，看来也还好，省一点，比鲁登少了350点蓝。有点法穿也行。鱼雷 ，double kill。潇洒，接着看。我这个节奏有点太狠了。我怎么感觉 LPS 突然变成100多了呀？
两个女妖，有意思吗？还出这么多女妖？就是肉，哥们儿，就是肉。哎。鲨鱼 OK 啦，带走，完美。对面如此顽强吗？这都不投，下午没接上去，中路也还行。快，我们走！他们满地打滚的样子，就像一窝穿山甲。一闪，直接躲个爆炸的伤害，闪一下。哎呀，给我杀戮，给个盾，再给个盾，兄弟。阿 Q 拉开，嘣！七步以内鱼叉最快呀，艾克，想不到吧？帅。我就抢，我要抓这个骨头，还挺嚣张的。中塔也快掉了呀！我准备好了。死！这是一点肉呀！带走。被晕了，救一下，挨一下，提起来踩一下 ，double kill， 呼呼，敢飞过来吗，卡莎？不急。呀，21杀，我的天！